然后我觉得这一款它的玉容伞，整个让我的脸的亮白感跟透亮感是真的从底部散发出来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敏感的人，所以其实我找一些保养品或是面膜，我特别会去看，尽量是有一些汉方成分在里面，我会觉得比较天然，比较安心啦。我觉得这一款玉容伞的美白面膜，我觉得它很厉害耶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水润感是非常充足的，就是我敷在脸上，它的整个水感是你可以挤出它的水哦，它不是那种咯咯的那一种，代表它里面没有加那种粘稠剂哦，它真的就是满满的那个精华水，就算是你脸很干，你也不用担心它很快面膜就干了，你可以敷很久。对，然后你敷完之后你再拿掉，你仔细的去照镜子看，你的那个亮白感是真的很有感的，就是它是很干净的白，然后是从里面你用手去搓，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皮肤的那个亮跟水是很刚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美白面膜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有感，所以我觉得古堡这一款是我很诚心的推荐给大家。